为之旅程何以留念，进一步海阔天空。耶，连家乡都没有了，我们跟野人也没什么区别。接下来去哪里？去下个地方。怎么样？来，既然大家都是没本事的人，各走各路，这才是现实。别他妈教训我！有机会，我把我的故事都讲给你听。